你一个人去不安全，我也不放心。正好有个朋友也要去那边，你们一起走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好，韩思教授，傅先生。 出行会有些办法，你一个女孩子，我不放心。这不是性别的问题，更何况你不会开车。那我就请司机。我们诊所没有那么多经费。你笑什么？这确实不是性别的问题啊，我更是这里的问题。还算了，大人有大量，我就捎着你吧。谁稀罕？那也没人拦着你啊，走。 Friday.